今年慈济在马来西亚所举办的浴佛典礼将会排出钱币投进竹筒的特殊图形，而担任这一项排列任务的是一群学生，他们最近就展开了集训，而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典礼当中各个环节也都上紧发条，更包括了再送社区民众的志工。1、2、3、4，这不是什么最新的大会操，而是马来西亚巴彦在野中学学生为了参与慈济浴佛图案排列所做的练习。众生无量法无量。今年就很特别哦，今年排的是排有宽有那个钱币进那个钱筒，很特别，因为它的钱币还会将跌进那个竹筒里面。他们做这个，把五毛钱投入这个竹筒里面，也就是说五毛钱可以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另一方面，担任214辆浴佛社区专车的车长也展开集训，巴士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来搭到这个我们的场地来参与这个法会的时候，他们心都会安，很欢喜，所以我们这个车长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咯。他们还实际走一遍巴士进场路线，以及了解看台各个角度的视野，希望到时候能顺利带领民众参与浴佛盛事。戴新闻马来西亚报道。